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黑暗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海南。哟，这是至臻吗？这是至臻 KDA 卡莎，可以啊。我没见过天堂，不过我把地狱带在身上。这都能引呀！全军出击！我的阴影，这点破事儿，这点屁事儿都引不了，兄弟还怎么当主播呀？如果你想找茬打架，你坐了。这一天天的这些喷子，这老些一整就给我一顿骂，说两句就说我破防，这点破事儿还引不了。弹幕十个里边能有四个不像人的，能有一半儿，那咋整啊？那只能忍着呗。你怎么才一级呀？啊？这剑劲儿不敢抠，没事儿。这怎么变成三人路了呢？你勾他。可能不一定能打得死我呀。哎呦，有 W 的蓝那就没办法了。最后一票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后一票。下路卢仙，我想想啊，两把长剑吧。在荒野上杀怪兽，这卡莎二技不是学的 E 吗？怎么是学的 W 技能？不勾的。双手举高。不推了，我们把兵线控在这里。不会带来救赎，但我仍要试试。他俩下路的组合其实挺弱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卡莎配石头人，哎呦我天，走，没有用，你搁这待着待不住。魔鬼总能得偿所愿。直接上来。给个人头。个老猴子。吃我们经验拿我们人头。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烂透了。亮牌儿，你别人都补不到，你在这亮牌儿。但也没差太多。嗯，你兵都补不到，你在这里练牌儿，小妹妹，我直接上。那石头人有什么用？猴来呀！这石头人儿是真是有点挑刚啊！这石头人儿啊，自己要追死我。挨枪子儿吧你！呀呀，有瑕疵，彪可以。死在我手里是罪有应得。我直接来个西兰刀先。我只有一条规矩，你伤了别人，就归我管。你猴哥把龙打了，直接跟我上。那卡莎他都玩不了。不讲。交闪了，可以啊，下波再杀。恶毒的心永无止歇。咦，卡帕克，卡帕打不了，打不死，还是有点肉的。好勾，就这剑姬咋又来了？别急啊，哈一哈哈哈，这是啥呀？咋 A 塔了呢？不对呀、啊，我这波浪剑摁了，怎么会 A 塔了呢？回头 A 他，他没有技能，你把他 A 死。怎么会 A 塔的呢？又上马了。哎，算了，这西兰刀先不出了，先把这小件出了，这都蓝不能卖。不过其实我跟你们说，说实话 ，A 塔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操作，就连职业选手都 A 塔，嗯。阿兵厉不厉害？阿兵厉害吧？他都 A 塔，我们更有可能 A 塔了，这很正常。你 A 的塔的数量可能比我的头发都多。
石头人的皮都打不掉，真肉啊！给我打死他，哥呀！咱能不能准一点，稍微？八条来了。他们说我是恶魔，说的没错。等一下，猴来了。Nice。把加血交了，你挺害怕呀，我这一看呢。看看能不能突突一波啊。他们总是不肯安息。可以打，这波石头人没大。假装我们回家了，其实我们没回家，知道吧？这波可以打。锤石也得装一手，装啊，锤石继续装，对。往后撤。一上来，啪啪 ，Q， 啪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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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啪啪 ，Q， 啪啪，打不了，啪啪，一啪啪，啪啪 ，Q， 点灯。没事，给石头人一个人头没什么问题。点不到，灯被卡住了，被小兵给拦住了。来把大剑吧。这里，你的准头是唯一重要的东西。卡萨 KD 2.0，不是2.0，好攻，拔不了，啪啪出，啪啪一啪啪。卡萨的这是至真。那剑姬回回来下路看一看，也不知道看啥，好看吗？好攻，双杀啊，没有双杀，单杀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这把有一个会玩的锤石，我们就已经是无敌了。你给我勾他呀！刚才就勾啊，清算时刻即将来到，打不了，扣加血，一扣打不了。一走，没死吧？锤石啊，锤石死了。350。所以，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呢？新的一天，又一场大清理。没事儿，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，啪啪，打不了，啪啪，你走，啪啪，
踢走，收不到，拜拜。W 闪。当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。Nice 锤石，锤石我帮你勾引一波。哎，别过去啊！我们有突突突，不要害怕。W 了。来个无尽，来个小叉子。新的一天又一道大清理。对面气完了，还行吧，还得是卢仙好玩啊，我发现还得是卢仙呢。永远别招惹快枪手。好爽啊，边境夺走了许多性命，我来平衡一下吧。先把塔拔了，拔不了 Q。Q。这剑尖打野。真是不知道有什么用。这个剑尖打野让我想起了那把我跟 Rookie 的对局，他拿着一个剑尖打野，我拿着一个猴打野，我们超神了，他死了十四把。边境的样子，把个红的新的样子。这老猴，你都没我等级高，你还风中抢我东西？收一下，啪啪，你啪啪，干啥呢？这，你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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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缺氧了。在这里，你的准头是。也有点痛啊！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吸点血的兄弟。哎，我勾引一波石头人，让他放大吧。来。哟！灯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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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兄弟，真不是我不救你，我说实话，我上我也死。这锤石还往上勾，我是真没想到，真的，我寻思他撇个灯笼，俺俩一块跑，是不是？这小子啪一个勾就往上一冲，哎呀！这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，泪目了，泪目了，整个火炮，
俺俩把大龙打了吧。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他们总是不敢。我们打的龙还是很快的。蓝没了，我们去上路。野外的路上，1200，差点钱。我不是好人，但也没差太多。回家，我们把这个绿叉给除了。绿叉出完，整个小魔抗，但是小魔抗要出的时候点到大魔抗了，小魔抗没出出来。哎呀，换个小魔抗。呀！我让你知道，你回血都赶不上我打的。来了，爸爸来了，来了来了。闪现，一刀，打不了，扣，一扑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用我的闪现来躲石头人的大招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我让大家失望了。我让大家失望了。